好帅啊。美女，偷拍我，喜欢我啊？你想多了，我刚好在补妆，不小心按到而已。哼，这手机我也有，三星最新款 Flip 3。挺巧啊。可能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吧。我先走了。有意思。哎，那香香那狗哎，这个就是我上次说的尴尬世界那男生。你居然喜欢他，他可比我们小五岁。请你喝，拜拜，下次见。算了，小屁孩一个。确实，姐弟恋不太靠谱，欣赏一下就好了。我倒不这么觉得，爱情无关年龄，如果合适的话，试试呗。噔噔噔噔，送你的，是你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但是告白这种事，还是我来比较好。你，我。小傻瓜，怎么紧张成这样？弟弟，我年纪比你大很多。这重要吗？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林凯。我叫陆小雪。在我孤单难过的时候，他总能逗我开心，并且在我遇到难题时，挺身而出帮忙。小凯，下午3:30老地方见。好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，我手机防水的。小卷，小卷你也。